一样，十多块吧，十多块。那你先去拿回去吧。二百块一号。你最好就是咱来便宜点的。快点走，快点走。刚刚那个老板打电话来了。好了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今天那个猪血丸子到货了，我现在跟小白要去拿货，把小宝的话就给婆婆带了，明天就可以给朋友们发货了哦。好几天了嘞。对，因为最近一直在等他那边送货下来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纸箱也没到嘛。今天出太阳了，好热哦。穿一件衣服就可以了。李总，等一下啊，走吧，在前面等。哇，已经给我们装过来了，辛苦了啊。这有多少吧？好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好，再见。他三十多直接给我们上家门口哦。好，先停下车，我要去拿快递。这个给小宝买的玩具。这个是什么玩具啊？一个钓鱼的。好。他今天说我们两个都有快递，你去看一下嘛。这几天天马上楼去打包吧哈。把树点一下嘛，然后晚上的话就可以打包了。这个也还比较大个了哦，老妈哦。今天我小西去镇上，把那个猪血丸子给他拿回来了。受这个疫情影响，我们今年还是第一次接单发货啊。今天我们就把它打包好，明天准备发出去。现在的话，除了湖北以外啊，其他地方都能够正常，就是快递能够正常送到了。这个猪血丸子啊，天气太热了，可能过段时间吧，我们也就会停止接单了。所以大家下单的朋友，可以赶紧啊，不然的话后面就没有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猪血丸子啊，我们一袋是装两个，这种包装的话是装四个，两袋，这种小箱子的话是装一包两个。宝贝哭了吧？哇！
看一下哈，要一个人去做，给妈妈洗澡洗快一点。小朋友今天吃奶奶了，饿了，饿了，嗯。这是一只包，这个包全包着，我都不好包了。我是不是肚子痛啊？哇，这个电话卡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钱多了。买不起呀。宝宝，宝宝，你的手呢？宝宝，衣服穿好了。手术。看着我搞这个的。你看，小宝宝手放到这里来了。都鼓了没的。这个衣服太大了。那就把袋子给它好的吧。那宝宝还没哭。看的，俺家洗衣机。我这边。这都会给搞到鼓了没的。我不知道你。早上穿好了的好吗？真的是。那怎么回事？他自己跑过来了，那衣服太大了。我要是不发现，那宝宝就这样子遇着。宝宝人家都没哭，你看。没有，现在不就困得个姐。难道他这样也舒服吗？我困得蛮紧的姐。小宝宝，他还睡得香呢。我一次嗨呢。嗯。你搞这个去那下我还好紧一点好了不就搞了动呗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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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现在这个小手出来了没有？出来了。哦，出来了。那医生说不要捆，他那个这个衣服大一点，他容易跑。宝宝，你怎么这样子嘞？吓到我了。吓到我了嘞！我说怎么他的手一下子不见了？我画个图片。我边也困下去，你画那有困。你家长给我画吧。看吧，现在给他这么穿好的，早上也是这么穿好的。确实骨要动，现在出大太阳了。大太阳。开进去吧。对。嗯，进去了。妈。哦。哎。那是干啥噻？行呀，行呀。嗯。哎呀。那条是纯水。这个，嗯，你不要带嘴。怎么区分呢？这个，对，哪里？这个，哎，这个绳都露出来了。嗯。你就两个就是。啊，那这个应该也是冬笋哈。这个，这个是冬笋还是全笋？哥哥。我看的，那是冬笋还是全笋呀？刚才没挖过的。哇，这个很值得。这个绝对是纯水。这里有两个。这两个呢？那是两个纯水。这也两个纯水。这也是纯水的哈，嗯，找得很值。你这是第一次挖水吗？对啊，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。你看它这个根根长到这个上面了。哇，你这个挖的好好大了耶，下面。还有。下面这一节给我有点这样子。像哦，这个就是跟我上次挖大概一样的，往前面歪了，嗯，你看，嗯，应该是冬笋。这个
够了，给个梯子够点。好了，我要站住了。好。哎呀，纯水机分不去，但是比较难长出来这种。这个是歪的，长不直。没有这么多根根。我的两九个八个生，可是这个歪的，那我被这打红了，没管。那这些瓜干，那个我那才等咱的全身给几乎全干，那才瓜个。我去抓死。你看过来影响很大哦。可以，这个纯水，可拉扔。你第二次抓的水，我给洗了。嗯。哎呀！哇，这里挺大的。哎呀，看，那些是这，那些都是过去。你担心这个人都假的？那担心了。嗯。哪有呢？哪都可以担的。这里个比较小嘞，反正这个季节的纯水比较难长出来。嗯。还有过段时间。这个就是冬笋啊，冬笋又小又巧一点，而且它颜色也不一样啊。冬笋，这个应该是。冬笋是吧？就刚刚那一条黄黄的啊，那个就是冬笋。好，谢谢了，哥。好。爸爸在。婶婶家哦，嗯，挖了三根笋啊，这里面应该有，不知道是有几根纯笋了哈，大部分是纯笋的，应该是这一根是冬笋，但是这种笋的话长不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都烂了，来看一下，这里全部烂了哈，这个季节的纯笋特别难长，因为，可能前段时间天气比较冷哦。很难长出来，这个好一点，这个很亮，这个纯水。走啊，老妈，吃完饭再回来嘛，搞火锅吃去，介绍妹妹嘛。要不要送？搁家在我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回去了吧。啊，好，小羊毛陪啊，那我去小哥去了。啊，哥，好了。要不再来？嗯，妈说要去玩，去吧。去哪玩？去我们家。嗯，去的。那不能吃，等下滑起来。哎，慢点，都去吧。别客气了，行啊。小宝，尿不湿拿回去，找了两条孕妇裤出来，然后上次我们宝宝奶瓶不是忘记了吗？拿回去。可以，你给弟弟买一大件，又不去溜，还好不？进家嘛。嗯，这几把件，再见，跟下姐姐不是啥意思哦。哎，老妈，猪血丸子到货了，俺两个出去吃。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嘛？哈。我给喂他，你给他带包去喂，你也不说，带包去喂。差个人呢，还得拿自己去把籽哦。我知道，我不要分，他一大锅都是，我才白，你得一锅多块钱。还有就是我跟小白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准备搞一次活动，就是前面三十位粉丝嘛，我们就送点家里面的那个土特产，家里好像还有二十斤红薯粉的话，那里也可以打包九份，这里的话再送猪血丸子吧哈。嗯。那我们回去了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